9月23日，香港演员林建明在网上分享了一张聚餐照，照片中有演艺界的老前辈，还有帅气的古天乐、苗侨伟夫妇及谢天华。照片中，三哥三嫂戴着同款的圆框墨镜，笑得很灿烂。一旁的古天乐身穿西装，帅气十足。谢天华可以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据悉，他的老婆怀了一个小公主。他们为几位老前辈过生日。84岁的张英才白发苍苍，但精神矍铄。张英才曾是邵氏公司60年代的当红小生，还有演员卢海鹏。如今76岁的他依然坚持工作。当天，三嫂特意安排聚餐孝敬几位长辈，而古天乐刚好为新剧《L 风暴》开杀青宴，大家难得聚在一起都很高兴。特别是苗侨伟夫妇，三嫂帽子双手比着赞的手势，已经56岁的戚美珍看上去非常年轻，皮肤保养的还可以，一点都不显老，反而还很有活力。看来有老公在身边，戚美珍越活越年轻啊。而苗侨伟紧挨着老婆也是笑得很灿烂，虽然三哥已经60岁了，但是在很多的观众的心中，他依然很帅很有型。